些水果。我想我们的心情，他是一位我们珍贵且敬佩的一位前首相，他是我们永远的朋友。不管在以前在国际上，或者我们在公卫体系上面，那替台湾发声，而且是分量相当的足够。那另外在疫苗的协调，在台湾最缺乏疫苗的那个时候，也捐赠了台湾疫苗。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双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友情的延续，那台湾跟日本永远是好朋友，让我们来敬吊他，谢谢。